有兵线的时候，在这个草丛蹲着真的特别好蹲。你看李信来了，一套招直接秒了。蹲完人之后赶紧跑啊，因为他们队友肯定要赶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倒霉啊，被后羿给定住了。然后呢，再往下跑就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就逆向思维啊，直接进这个草丛。看到没有，对面来找我了，这个钟馗在这挥钩子呀，径直就往下面的草丛走了。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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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笑死我了，电子竞技果然不需要视力。下路兵线要到了，我们去清一下。哎，